好，你系咪参加咗 The Next One 网上歌唱大赛呢？系就啱啦！我今日咧会同大家分享一啲喺我以前参加歌唱比赛嘅时候都会练习嘅一啲小技巧，都几得意噶。第一个咧就系、你要准备一个道具，呢、這个道具咧就系、一张纸巾，你将佢摆喺一埲墙上面，然后用力咁样吹。佢越係黐喺埲牆度咧，就代表你嘅氣量越夠，你嘅中氣越夠。咁咧，你去唱一啲需要用到好多氣嘅歌咧，咁就自然容易啲掌握到啦。希望你哋多多練習，亦都希望呢一個練習可以幫到你啦。